我们带来团练的是陈佑威，曾经获得2013世界太极拳精英赛男子第三套太极拳第一名，以及曾艳宇。曾艳宇2013年世界太极拳精英赛男子36式太极拳竞赛跳入第一名，2013年世界太极拳精英赛男子39式太极剑术竞赛跳入第一名。
演唱的是萧永日，为我们带来的是《自选太极剑》。萧永日曾经获得2001年广州亚运会男子太极全能铜牌，以及2013年世界太极拳精英赛男子太极拳铜牌。
竞赛无数的全体运动员